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开始用拿的。那我这不是被卡住了，我要粘回去了。我手指粘，这不拿到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要手指粘了，他就打我，对不对？万一他可以推手一把我手指拿。啊，拿到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不能站，这个时候我就顺着他来，但他这边还很厉害，我就牵他，你懂吗？这个有原因的，但我就是不能从这发的，牵他之后，这个别的点就打出去了，这个叫做连连水，而不是粘，因为一旦我这个被拿了，假如说这个哈、啊、照到没有哈、啊，这个被拿了。拿我还能怎么粘呢、啊？这个时候我一定有一个东西随它，力量一是往这，二是往下压的，对不对？往这往下，哎，那我就顺着它，这个就是连连水，它往那边倒的。人会有一个远端的距离，还有会失掉重心的东西。那你抓紧一点，你不愿意失掉重心，待会你是怎么弄我哈、啊？这个手指头然后又控制我这个啊。当然，如果它这个往下，它往这个跑可以。如果是硬的呢，这个啊，这就擒拿的手法，一个交错，这边往那走，我走不了，这个要走过去了，好，来走，就把我留走了。好，但这个时候他控制我这个手指头，一个有力量，一个这样，我这边松，他是不是到了这个远端了？嗯，到了远端，我哪里打他？我用这边来粘他嘛。你懂这意思啊？这个完全都不能用力，因为它走，一定会到了松。我只要松，如果这样不松，我就到不了。到了吗？这是不是粘到了？粘到我还不用这一点打，这一点是局部的，它一打就是全部在打。哦，这样贯穿好。